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年轻的新中国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创造了当今世界书的伟大成就。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共和国共同成长，风雨同行，已经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庄严时刻，这支军队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武装警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14个徒步方队的5000余名官兵，30个装备方队的500多台车辆列队东长安街，12个空中梯队的15个机型、151架飞机分别在华北地区的7个机场待命起飞。此时此刻，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北国边关到南海前哨，100万人民解放军守卫着祖国的安全。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到联合国维和责任区，数千名中国军人执行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新中国60周年国庆盛典即将开始，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以及多年在华工作的外国嘉宾，应邀前来观看庆典。千人军乐团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56门礼炮交替鸣放60响，寓意着56个民族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由200名武警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在56个民族群众代表的注目中，正步行进169步，这象征着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169年。特别。